听说村里来了电视台的记者，刘奶奶的闺蜜便来到家里凑凑热闹。你少爷，你过了个刀锅啊？还过地吧，还过地吧呀？你还过地？哎呦，哎，这里要摆要摆。哦哦，大家还有。啊，奶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梁华凤的。哦，梁华凤啊，今年几大了？几大我妈识过。哦。记者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梁奶奶也是年过百岁，她和刘奶奶做了快80年的闺蜜了。祖国好的事了，我对这东西生产对的，我对祖国的东西去啊，什么嘛事啊？到今后生啊，真是你少别的担子啊，都担不够啊，也别担啊。梁奶奶的家在村口，两家人相隔不过百米，更多的时候是刘奶奶去找梁奶奶玩。其实那些年代好笑了，我就跟你来了。过来我都在得到几得到几啊？老李懂老李。嗯，广华镇更好了吧。哎呀，靓啦靓啦靓啦！天气好的时候，这对百岁闺蜜还会牵着手在村里散步锻炼。那开过马桶的妞妞，这样的神仙友谊，怎么不叫人羡慕？阿婆，你几时来到我的村啊？80几年了。80几年啊？嗯。你系嫁过来噶，系冇？系咯，我十七岁就嫁。10几岁就嫁过来啊？那咪系啦。